执行的没有想象中这么流畅。刚才看到 Pajasinic 后，218公分，他站着就可以帮大家整理这篮筐。他刚刚在摸篮板的时候，想说我看的是对啊，一个就读大学，先帮他们打完了大学的联赛之后，还是打过 NBA， 当时还叫做 Development League。那在之前的一个 FIBA 世界杯的一个就是说资格赛，哇，这个打得不讲理了。这失误，拉托维亚机会 ，Leading Pace 被封下来，哇。刚刚看了什么？天啊！还有像澳洲的 Mitchell Creek， 再封一个，这个想要讨回来，结果又吃了瘪。218今天被剪下以后，拉托亚会不会不来台湾打热身赛了？哇 ，Pochettino 连续两次都被封下来，这是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波多黎各的篮板球保护的还可以啊。越打越粗，对，应该大家蛮熟悉的，感同身受，对对对，哇，拉托亚32投11中，这个又拉开了，外围出手进了，这里是个四分打，小号的禁区球员这种阵容上半场比较没看到，哦，对，这个先把对方放倒，哦，开始了，只是热身赛，对对对对，只是热身赛。必须打过美青赛 U18，我算是真的，对，那个时候 U 场比赛这么多的弃赛，52比42分差来到10分，哦，这个又是一个空手切的配合，天，然后但是他们这一场比赛到第4节还是咬住分数，毕竟他们的最重要现在热身赛的结果，这个主攻是谁，所以这一次比较不需要，对对对，这次高低位的阿里乌配合，这个托维亚可以打出一波攻势的关键。哇，这一节看 Kitchen 是歪了，篮板不是下半场这个节奏确实是拉托维亚想要的，大量的半场进攻，大量的无球配合，有很多的身体对抗，哇，差踢了，这个地方看到热身赛有踢了，真的是真刀真枪，哇 ，Justin Reyes， 对，他跟 Timma 两个人，其实两个人都有一些后续的动作，对，这两个人都是真的打法蛮强悍的，不从冰原，他上去打了几场比赛，那个时间是在 Lakeland Magic， 这个还有一些后续的动作，哇，起争议，要起争议，起争议了，哇，大场面。越打越激烈，对，这边Aleem Ford，先拉了一个之后再拉第二个，哇，